我不奢求你原谅我，但希望你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各位老铁们早安，欢迎收看 Aris Channel。 今天的开头有点沉重，是因为我今天要拍一个我觉得很在意的事情，因为呢我本身是非常的痛恨外遇这件事情。我今天邀请到的好闺蜜呢，她其实是我圈外的一个朋友，不是网红的，所以呢我就帮她上个麻，因为我一直很想要鼓励她把这件事情讲出来。我真的听到觉得很生气，因为她跟她男朋友已经在一起两年，其实还蛮久的，而且我也常常听到他们稳定交往的一些过程，就是我都看在眼里。然后一开始觉得这男生还蛮好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好像出了一点问题，而且问题好像不是在女生身上，对吧？然后我就想说可以拍出来这件事情。你可以大概跟观众讲一下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好，因为我跟我男朋友已经在一起两年，然后我们一在一起就同居了。嗯，然后一开始都好好的，直到前一个月的时候他会开始把手机带去洗澡。这就是有鬼。然后前几天的时候他就睡觉的时候，他手机屏幕突然亮，我就跑过看，因为太亮，然后我其实很怕光，然后我就看，然后就看到他是有一个叫什么 Umi 的一个叫软体，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女生在跟他聊天，然后还会传一些很性感的照片。是怎样性感？是会有就是露乳沟吗？除了三点不露，其他都会露。哈，然后我就看就蛮难过的，我就一直滑，他们聊很多。我可以看就是大概的对话嘛，对呀，他们的对话是还蛮咸湿的哦，就是约跑啊，他不是叫他哥哥，他是叫他宝宝，好想你哦 ，Hello， 好想你，为什么要传露乳沟的照片？连我不是他女朋友，看到这样对话我也会蛮生气的，因为确实是很暧昧哦，他们好像真的想要约出来哎。你的男朋友还说哪一天不行，因为他那天可能要陪你，那表示这个女生是知道你的存在的。怎么会有这种想要介入人家感情的女生？真的找不到就是比你还要更贴心听话，而且那里面很乖，是生活也很单纯，这种好女孩哪里找？为什么都不懂得珍惜？我真的不懂。那你们的性生活有什么变化吗？很明显就是最近有变少，他不想碰你。对，可能我想要然后他会拒绝我。正常的情况下这样好像是不太对的，因为情趣也是培养就是感情升温的一种方式。因为我们如果真的拍出来的话，你就要面对这件事情，这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，因为已经没有办法走回头路了，因为就是已经最正确招了。你可以吗？我觉得想清楚出来才找你，我觉得这是好事，好好的面对吧。你放心，我会陪你的。那你再看一下他们是约在哪一个地点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提早一个小时到。对对，好好，我们先去吧，把相机带着，收音要收好哦。那边就是他们相约的 hotel 对吧？是在这里。你的男朋友现在应该是正在上班对吧？对，确定吗？不太。你现在打电话给他，你问他现在干嘛，然后等一下要干嘛。好，在扩音哦。开扩音。喂，喂，冲啥？你在干嘛？上班啊。你在上班？嗯，还弄，还下班哦。那你等一下要干嘛？对，那讲分啊，两个正题啊，看球啊。对啊。哦，那我约九点还在哦。九点吗？我跟我姐朋友啊，去吃海宝。哦，好，那九点见。喂，好，九点见啊。好好好，拜拜。拜呀。不是啊，现在才五六点哎、欸。对啊。那吃个饭哪会吃那么久？要跟你约到九点，他这中间这三四个小时要干嘛？我们这样有点显眼，我们站远一点的地方偷拍。现在时间应该差不多六点了。嗯。现在走就安全吗？这样子这个角度安全哦。天啊，我好像狗仔哦，门口啊。对啊，狗仔就是那样跟拍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有人来，有人来。是吗？是他吗？我看，他那个豹纹，他到底在干嘛？他是在等那女的、啊？那女的都还没来哎。哦，哎、欸，那金芒西施哦，也太骚了吧？这个穿着，他穿这样不会冷吗？谁会穿这样出来？我们今天冷的要死，两个穿大衣耶。Hello。对啊。一个豹纹，一个斑马。哎，证据确凿了。牵手。对，走饭。
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走？你要下去吗？要去走，不是吧？现在去洗手间吗？我比你有安坐，朋友没有这样。你有没有搞错？我拍啥？为什么不能拍？敢放开我？我怎么放开啦？能放尊重一点？哎哎，放了放了放了！你不要动手啦！放手啊！你才不要动手动脚嘞！拍哦，小心哦！干嘛？我们现在人哟，不要碰我们相机的光！对啊，你要讲清楚哦！我不要不要，你今天该死。旁边讲，只是想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们没有想要就是。你刚刚不会有他呀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谁？你拍什么？不是我们是有证据，他是知道你有女朋友，可是还这样。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所以你有结婚吗？重点。可是他是我男朋友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问题真的是出在男方。你们在一起那么久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？你现在有进去吗？有吗？讲话啊。哎、欸，好，那我。我觉得这已经有点夸张了，连是好朋友我们都看不下去，就是你怎么会这样辜负他呢？有些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。你们感情都很稳固，而且也快要结婚了，不是吗？你们都一起共同努力到现在，怎么就这样放弃了呢？我没有放弃啊，我没有。哎，你很脏。好啦。不要讲怪怪怪，他都已经哭了，你还这样？我是觉得应该要好好道个歉，不管最后有没有在一起，都是一个道歉啊，基本的。该先不要拍了。没有啦，好，让你好好道歉。对不起，这是我的错、欸。我不奢求你原谅我，但希望你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对吧？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不想要原谅他吗？好啦，你起来了。没有啦，不是用下跪，感情不是用求的，就赶快离开吧。哎，不要碰他，不要动手动脚。我刚刚已经有安抚一下 9M 了，他现在的状态可能不太适合拍片，因为他还蛮难过。我叫他先回家休息，我晚上再去找他。我这段期间要好好陪他，因为我知道就是被劈腿的痛，我也是有切身之痛的。所以那时候我看到其实还蛮想哭的，为什么要这样糟蹋我们 9M 呢？好难过。我要哭了。我觉得其实拍这个影片是还蛮有风险的，还蛮危险的，因为我也不晓得情况，因为这是没有脚本的，我不知道等一下下一秒要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我要尽量 hold 住这个场面，因为突然发生这种事情，然后大家的反应应该会蛮大的。像我的九妹，我从来没有看过她这样子，她是一个很文静的女生，我从来没有看到她就是整个发狂的样子，就是我也吓到了，所以表示她应该是冲击还蛮大的，所以以后还是不要拍这种好了，好可怕。这支影片如果你们看完以后，然后对 Yumi 这个教软体有兴趣的话，其实还是可以用用看。我知道现在的这个感情状态，大约跑是很常见的事情，虽然我一直不能够理解，因为我是性冷感的人，我是一定要有爱才能够做的人，但是就现在很开放嘛，大家都觉得各取所需啦，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可以的。一定要讲清楚，确认你真的是单身，重点是不要伤害到第三个人。就 Yumi 交友的，他上面的女生确实都还蛮漂亮，这个我验证过，因为我刚刚有看了。不管你说，我也有下载。对吧？其实有一些甚至比我还漂亮。不管你说，然后又年轻。我给你好好看吧。好，我看你的，是很多年轻的，而且他range很广，有21岁，也有32岁的。总之呢 ，Yumi 交友是一个很厉害的买可乐神器，大家还是要用真心来交友啦。以上就是惊喜的影片，如果喜欢，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各平台要尊重我们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。Aries Channel。